我这咋这么模糊啊？怎么会如此模糊？这么丑？擦一擦，好模糊。哎，好多了。好啦好啦，不画啦。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十年之后再相逢。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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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饭吃，不知道吃什么。得意，来营业了，得意。我这个头发有没有显着我有点刮了？等着你呀，等着你呀，等着你呀。我脸这么长吗？等着你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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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说给爸爸。原本不是想要染这个颜色的，原本是希望这一缕缕是那种发白的灰色，但是因为我头发之前在海口染了黑色，所以就染不了灰色。然后就变成了这个事儿啊！天哪，得意！哎呀，得意的注视，得意 wink。不给贴贴，得意是不给别人贴贴的，得意只能我来贴贴，不给其他人贴贴，不给不给，不可以贴贴。我知道，而且他还是脚一只脚在下面，十多斤。所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重了。魔王 KK， 不是魔王，魔王啾啾吗？你们知道魔王啾啾吗？有人知道魔王啾啾吗？到中心了呀。不知道魔王啾啾没有看过《飞天小女警》吗？哈，不是那个啾啾，是魔王啾啾。还有他，《飞天小女警》、花花泡泡和毛毛，还有魔王啾啾，还有他。还有博士、小镇村、可以帮我拿一下我的 pad 吗？哼哼。你从这边拿不是更方便？我觉得还好。哼，慧慧才不会说不可以，他已经拿过来了。本来不想给你拿。嗯。但是你恳求我。你不给我拿，我就不给你贴贴得意。哼，你控制得住吗？那你睡着了，就去我床上躺着。
小马要检查工作了。没有看，没有看过马卡巴卡。马卡巴卡巴卡巴卡马卡巴卡动。那个什么，我跟他说他房间灯坏了，然后他我去帮他填那个，我得帮他填那个报修单，然后他来检查我的工作有没有去填。你的脸好长啊，为什么？讨厌大长脸。我要把这个头发收起来。不了不了，我不敢管他要奶茶，我还是不了吧，我又给人家衣服洗掉色。对，还给人家房间弄乱。晚上好呀，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十年之后再相逢。哇，这个头发直播好丑啊，我忍不了了哟。都不好看，受不了了，这个头发直播好丑啊，公园看还行。对，我的头发已经就是漂到不能再漂了，这是最后一次蓝色了，以后很难有这个颜色了，因为理发师跟我说我头发不能再漂了，我每次去补色的时候都要再漂一遍。假发太假了，而且上公演的话戴假发给人热死。是呀，没错，再漂它就可以光头了。我把我的耳屎摘下来，得意，是不是不知道我是他妈妈呀？得意现在已经认慧慧为妈妈了，他完全不懂，平时是谁在喂他吃饭，喂他喝水。他在回答我，我刚不是叫他，他在回答我，他偶尔还是会回答人的，虽然蛮偶尔的。得意，尾巴动了动，算是回答我了。我要戴个帽子，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个头发了，这直播好臭啊，这个头发。这张脸好帅啊，还行啊，我觉得老是自己觉得自己不好看。还可以，就这样吧，这样还是可以接受的。还行啊，三个字听着就是并没有不圆，反正晚上好。我这已经是最高清了，谢谢玫瑰花。最高清了耶，可能我的手机真的该退休了吧。感觉好高啊，这个。今天好早，因为太早了，都不到七点，狠狠的早了。
我有，真可爱，还好吧？还行吧，这样还能接受。反正公眼上看起来不是特别丑，就还行，就还能忍。要干什么呢？点外卖，吃什么呢？一起点一个嘛。慧慧，点什么呀？你想吃什么？不知道呀。你想吃什么？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没有，想吃修吗？想不到吃什么修吗？谢谢美哥。修吗？修吗？我刚刚还说你检查我工作来着。直播脸太长。晚上好。是不是比喻的非常恰当？什么复刻头像？这哪是牛仔，这一点都不牛仔。好饿，不知道吃什么。我不知道吃什么。你脸怎么这么长啊？在这里根本对，因为头发直播不好看。这个色在这里怎么这么长啊？不知道为什么大长脸。你是不是下巴那个什么没关呀？哪有下巴呀？你是不是之前弄那个啥了之后那个下巴那个选项没关？哪有下巴的选项？直播里有下巴吗？有吗？啊，特效里面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啊，哪个特效里？你才胖了呢，凡人！啊，有下巴吗？哦，竟然有下巴，真的，他给我开下巴了。肯定，你是不是之前自己玩的时候打开了也没忘关啊？我说的，他给我开了50的下巴。我说我怎么这不脸长啊，大长脸了成了，我特讨厌大长脸。现在就圆了。大长脸。自己开了下巴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以为我关了。区别在哪？刚脸长现在脸短了。烦哦，真烦哦。没有没有没有。这边有粉饼。有粉饼。烦哦，真很烦哦。烦哦，真的很烦哦，烦哦，真的很烦哦。最讨厌的就是听见有人说我胖了，而且我最近一直在做运动，但是说我胖了，人烦哦，很烦哦，很烦哦。不要说，不要直男啊，大家。谢谢谢谢扶正的夜蝶。今天我跟你讲，我 MC 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云姐，然后和天草前辈的夜蝶，我就有点。上头了，谢谢不大聪明的桔梗木的奶茶，谢谢别抢我宵夜的奶茶，上头，谢谢荧光。嗯，感觉想去厕所，就去，我也不知道怎么找。我没有剧透，我就说期待一下，就是很上头的比较。我今天是暴躁的。还是给大家一点悬念。哼，看见胖这个字儿我就暴躁。今天让姐给我运了一个，我想让她给我运一个特别那个怎么说呢，就特别持久的卷，但她给我运完了之后又变成这样，不持久。而且特别搞笑的是，我上楼发现没有衣服穿了，你们没发现我跳 river 和那个大，嘿，和那个叫什么，生命之风大风 river 和大河，大风的时候，我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不够我的衣服了，然后我本来就差点就上不了，然后后来呢，就是阿姨给我换了一，烦呀，那件衣服贼帅，很烦呀。谢谢夜行者0802的不小贝来了，我就会给他踢出去。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踢？拿个东西。感觉我的哪个东西？
就是不合适。怎么这家天天不开外卖呢？我想点他家说他家外卖就不开，不想点的时候就到他们家吃的时候都能听见他们家开了外卖。一套正好是我那的，就是我是最后一个。每日一题，每日好几题。他只要一出现，我就给他踢出去。我多看了，都没看。仙女装，仙女是什么？最后那个仙女吗？那个好像是以前北京的服装。什么？嗯，对，衣服不合身，就是少带了。一天天不知道瞎说。眼线很明显吗？好看，是吧？是吧？是吧？今天画了一个上条眼线。平时都不会画这种的，我这颗痣平时都是这样，顺着这个地方移下来，人家就上去。好棒哦！我真的因为感觉自己有一个很炫酷的头发，就想画一个很炫酷的眼线。它有点太明显。嗯，现在就遮的差不多了，它一会儿又要出了。那个黑色闪闪的。我本来是穿的是跟穿的是另外一套金闪闪的，就是铝衣穿的。对，还贴了钻钻。然后后来呢？因为钻钻是新买的。然后我就跟铝衣换了，然后结果发现黑色这套是买的那个，就是是看抖音的时候，他给我推荐那种卖美甲的那种直播，然后在那种美甲 DIY 美甲的那个店里面买的钻。哎呀，不知道吃什么，好饿，好饿，我也很饿。今天终于不是蛋马威，今天是披萨，想吃冰的，点外卖，不知道吃什么。有什么就是清爽一点还管饱的东西吗？对呀、啊，是贴指甲的呀，但是也可以贴脸上呀。你买不完了掉了。我也不知道吃什么。水哪里管饱？不知道吃什么。嗯，算了，一会儿再说吧，现在不点了。哦，对，我今天拿回来了啊，拿回来了，饮料，很好，开心。谢谢大象的爱兔荧光棒。晚上好呀，大家。啊，舒爽。如果今天段玄前辈，段玄前辈叫我，你告诉他，你告诉他，我把帽子摘下来，我就是一个帅哥，我就有一个很炫酷的发色。你知道为什么叫傻大个吗？是因为他过去，他问他今天高吗？我就说你是不是又垫子高垫，他就说你傻大个。然后我上楼梯的时候，他对吧？我现在是有一个很炫酷的发色。是不是胖了？我说没有。谁说人胖？直男，对，选，那没错，直男了，没瘦，一样给你。哇，你今天来现场了呀？那你非常不亏呀、啊！今天就很，我真瘦了好，今天太值了这场公演。我不信我瘦了，队长的样式，我瘦了，真的吗？你在现场吗？好，在现场。哒哒哒哒，哪一首歌？在镜头里我一直都不是很胖，比起上次见是什么时候？上次相见是什么时候？那会儿肯定更胖，还是很饿啊，但是真的不知道点什么外卖。然后段前辈我换衣服的时候他还说、我要把这个写到公告上。课堂能看到吗？看到了吗？后面全都是我的泡泡。
能把我的睡衣咋收拾？没事，看起来像被子一样。嗯，晚上好呀。我长得很酷帅，真的吗？你确定你这位朋友眼神儿没什么问题吗？吃糖吃多了。泡泡玛特真好，真可爱，没什么用。真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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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用。真的吗？我不信。但买了很多。那是那个舞很酷吧？人并不酷吧？不过我当时希望我自己是酷的，希望我自己是御姐。嗯，止不住。非常可爱的图片是哪张？我自己的图片我一般都知道。可以休息几天。嗯，但我好像要去莫干山了。御姐也很酷啊，御姐不酷吗？因为之后可能要忙了，不要吧？人家觉得我是一个酷姐，你居然把他，嗯，得意，我给他薅来了。觉得我是酷姐不好吗？谢谢你，是个荧光棒。他刚去完厕所，吧？猫砂味儿是吗？嗯，猫砂味儿。真的哈，来吧，充满猫砂味的得意来了。怎么不先吃饭？我想着呢。得意来啦！去莫干山有同行的成员吗？得意来啦，得意来啦！因为其他人也不拍照，我自己去。真的都是猫砂味身上。得意该换猫砂了，我等等就得给他去换猫砂了。哇，快看看得意这是什么呀？得意。不知道想吃啥，没有想好吃什么。你一提吃，得意都馋了，吧唧吧唧嘴。我发现我好像还蛮适合穿白色衣服的，今天穿那个白色的古装还蛮好看的。哎呀妈，走吧。抱不住了，实在是，哎，这头发给我踹的，但真的好冷。哎，不知道吃什么。没有，中午吃了猪肝拌面。就是我昨天晚上看着看着这街我就睡着了。等等，还有这街看，可以边吃饭边看这街，好开心呀！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过于三明治了，哎呦，他竟然问这个蛋挞没有，他不吃。得意不吃人吃的东西，有，因为我每次买那个，还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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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的小猫咪。挨屁股对着镜头了，哎呀，有点不好，你这屁股对镜头，你给我疯了。得意跳上桌子，把慧慧的手机撞倒，然后把屁股对着慧慧的镜头。这个猫不太正经，我要看看。谁想直播？他是正经的直播呀！天哪，得意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快把得意封杀了！那我直播间一大半的人都不愿意了，他们都是来看得意的。真的吗？嗯。你又不信？我不信。要被除名了，因为他那个叫什么，这怎么什么？哎，你们看李慧表面上可可爱爱，私底下就是用这样撸猫的。比如说我这个手是猫，这样揉得意。得意是艺人吗？得意他就是脸在这儿，手在下面这儿。看，人家一推都不服了。刀削面，太好笑了吧？刀削面不雅直播。给你们看得意，
当从今天让我给他搞两张被，不是那个叫什么广巴的，广巴的那个，哎呀，你错了，他要去看公演，我去哪儿整？我不认识广巴的人。谢谢你的特意，我去哪儿整？他是成员，应该可以看吧，但是没有收。广吧。看他的腿，这就是得意的腿。但他不卷了，他不卷了，就是刚弄完特别好看，刚弄完他就是那种特别卷，就是特别好看。咬我，但他现在不卷。我今天跳那个花园舞曲，我是不是很花呀？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哎花哎。刮我衣服了，哎，我染过金，我没有染过金，可爱吗？因为我觉得我金发可能不太合适。你们的可爱得意每天就是逮着我的手就咬，这样咬，就是黑色跟脸就可以。没有，张聪给我打电话，接没有？天天就咬我，天天就这样撕咬，哼。不知道哪来的坏习惯，要妈妈。得意，嗯，这个柴犬已经变成了扁犬，柴扁。我画质很不清晰吗？可是我调了高清耶。可能我的手机真的不行了吧，难过，那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有人说我不清晰，我就觉得可能是我比大家都不清晰，那我是最最不清晰的。如果是我真的是最不清晰的话，那我肯定有问题。不是碰到手机，是张聪给我打语音电话，但是我晚点是外卖，晚点给他回复吧。太饿了，我觉得晚点跟他讲。前两次直播都不知道开了长脸特效，开了那个下巴。你一直开着那个直播，对呀，我就觉得很别扭，你知道吗？而且他开了50%，真的很大，下巴绝了，真的绝了，绝了，真的绝了，真的绝了！慧慧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两次直播都是开着下巴播的。对呀，我说怎么就变样了？这样就很。有没有那种就是均匀的让脸变得稍微长一点的那种？不是只长下巴，就均匀一点的那种。现在正常多了。磨砂质感。他就老倒，我要用那个直播架，要架住。不知道吃啥，又开始犯啦！吃啥吃啥？还是不饿，饿了就知道吃什么。蛮饿的，可是感觉什么都非常的，那个。就都吃过了。就是，重口味，想吃点清淡的。想吃点清爽的东西。嗯，那个满记，满记是什么？哦，满记不是那个喝的吗？喝的还有那个甜点。嗯。我今天又发抖音了，发那个叫什么？河北女生长相。我这么大呀，我真的太近了。是我卡了吗？啊，不知道。为什么无人理睬？我是无人理睬的小可怜，我太可怜了。我是无人理睬的小可怜，小可怜。
哎呦，太暗。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跟我那天差不多，我什么？那我穿裤子还好。哼。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太好。哦，对哦，我现在口罩有缩小的功能。嗯，怎么缩小？就是直播可以缩小呀，就是你把直播画面放在旁边，然后就后台。得意，你说妈妈该吃点什么呢？每天我都在纠结吃什么。在洗手没碗哦，不在洗碗没手。洗。准备可以说。无语。真无语。不是得意撞的，他自己掉了。我不能吃粉丝，我粉丝不耐受。感性吗？这世界上有人粉丝不耐受？不好吃吧？好吃吗？麻辣香锅太油了。啊，点花甲粉了，你要点吗？吃不吃花甲粉？花甲粉不一定好吃吧？他家花甲粉好好吃啊。花甲粉有个有不油吗？好假哦，他不相信。嗯，我不知道吃什么。得意，得意喜欢画毛，得意喜欢画毛片和毛条。对呀，我好纠结，我觉得花甲粉会不会是清汤寡水的？没有，感觉我吃的花甲粉都很清汤。拉倒，他们家最好吃。真的呀，我看看，我看他家长啥样儿。遥远的说亲切，害羞的可怜，想陪着你。哦，可以加料是吗？嗯，但是我。我的微信在我的，哎，他家有烤肠，想吃想吃，点，但是你要给我发个拼单，你是这样点不行吗？也可以吧，这样但是不好算，带甜面酱，不加甜面酱，不辣，点个饭，热销，俺俩搁这儿点饭，花甲粉加娃娃菜。得意来营业吧，得意，你的粉丝们都不喜欢理我，只喜欢理你。我加点料，加点料。哎呦，还挺便宜的。哎，怎么加份土豆就很贵？得意来营业了。嘿，哎呀。他家量大吗？一份花甲粉。你的他家量大吗？一份花甲粉。蛮大的。就是花甲很多是吗？我没有吃过粉丝，因为粉丝不耐受。我每次都吃自己家的土豆粉。可口可乐。爱上可怜。哭是肯定会哭的，只要这种煽情画面我都会哭的。谢谢七个荧光棒。点了一份花甲粉。哦，我发现我们还是真的得拼单。是的，嗯，不然的话满减是吗？不是满减，不然的话他不知道那个加料要加到谁的那个什么里面。嗯，那你邀请我拼单，因为我点了一点料。那我邀请你，然后我从你那里面点。嗯，因为你不是从我这里面点。那我返回一下，稍等。发了吗？再发。吓死我！原来这是一个包，我还以为这是啥玩意儿。
怎么呀？卡掉了。卡了吗？我没开大眼睛，怎么这么大呀？还笑得可爱。真没开，他眼睛这么大。我这凡尔赛真的很大，我觉得眼睛。得意老人家吃了吗？得意能差能差他一顿，他可胖了，你知道吗？八点了。他昨天还站在顶楼上吃饭。稍等，我要去。流口水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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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条吗？好了，宝贝。嗯，怎么没有不带粉丝的？我的世界变得奇妙，都带粉丝吧？你吃粉丝过敏啊？不耐受。啥叫不耐受？吃了吐。天天的，这个过敏那不耐受，整天，真无语。点个外卖都可费劲。啊！那这个。我现在吃的话。就半夜就吐，中午吃的下午吐，下午吃的晚上吐。嗯，你的帽子上都是毛是吗？嗯，哼，全是得意的毛。毛毛毛。选好了。好了。给。不知道为啥，我只要吃粉丝就吐，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喻，还以为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反正我只要一吃就吐。他如果不算是不耐受的话，那他算是什么呢？应该有吧。粉色的妆，我每天都是这个妆。有。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橘色真的。我早就改成粉色的了，头像同款衣服，对，我都用了 N 年了。那我怎么给你转？给你转一半够吗？嗯，应该够，应该吧。你让我看一下，尬住了我。Go go go go！ 38.6。你以前说了吗？哦，说了。想喝的冰淇淋，虽然很甜。给你温馨，绝处甜蜜，怎么会忘了心？忘掉你，
为什么叫老公啊？你真的是。我哪里像人家长得多漂亮，尬住了吧，我瞬间尬住了，我刚才听点嗨的歌吧，有点困了。让我的你傻傻的还以为能够在，下面唱这首歌的人夹子也划过了流星，身边没有你。得意在看什么？以前有人叫老公。我现在这个心情不知道怎，尴尬的心情不知道该怎么缓解，被你们见证了如此尴尬的一幕。人就是人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缓解，都是那种比较就是温柔的歌。这就是爱吗？真的爱我吗？绿色叶没有，就跟农家乐似的。好呀，就是这个是中心自带，这个事儿谁要给我传播出去了，我就。就很像那种农家乐农家院儿的。最近还挺喜欢陈小春的。呵呵，行不行？不要不要吧，这样也不行，这样我就该没有鸡腿。谢谢啊，兔荧光棒。翻了条抖音，谁要威胁我？他又赠我抖音，就是我不充了。就他又送我，他就说又，没事，又要套路我充。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明天我就可以去练歌啦。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这也没是你一般的爱情。粤语我没有听过粤语版。晚上好，不知道以为我在那个排练的时候，那个舞台灯光是紫色的，就是紫色那种闪在脸上。然后我说：“天哪，我们是迅猛龙风。”然后这哪是绿色，这是黄色，啊、黄色。然后甜甜说：“迅猛龙多漂亮呀！”然后他说：“那你是什么龙？”然后我想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龙。我说：“那我是霸王龙吧？”你们 get 不到，因为你们没有看过迅猛龙，有一个抖音美女。这不是我的床，这是天阳的床，我床在里边了。我床咋的了？他想咬我。他说隔音怎么赖在我床上。哎呀，他要咬我。打滚儿滚儿。我很欠，他越想这样。善良的余地。我说会，我在想呢，我不知道穿啥。霸王吗？我只有没穿过的小裙子，没有别的新衣服了。刘倩倩说多损，谢谢北京的使馆。好菜好菜，但是不想穿小裙子。我也不知道七号。我的头发不适合穿去洛丽塔了，现在我只能穿的特别的辣妹。
又打不到人。拖鞋大裤衩，凭什么？是因为下午。为什么听你的？因为我本来想直完播之后吃饭，才不。后来我觉得算了，还是先直播吧。然后后来就很饿，然后就点了一个粉，花椒粉，然后一会儿就直播吃花椒粉。怎么样？白天是什么时候呀？他出生多久了呀？是男孩还是女孩呀？是胖还是瘦呀？他八斤还是七斤呀？想看我吃播，但是我吃播很丑啊。他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呀？是的。用什么音乐软件？我用 QQ 音乐、网易云，我都有。还酷狗、酷我、虾米，哦，虾米现在不了。哎呀，得意，真不雅。没有啊，得意天天屁股，我跟你讲，得意刚跟我的手机撞倒了，他屁股对着镜头，够笑。你才像上海大妈呢。你看，那真的无语。最常用 QQ 音乐。有点不好啊。女孩六斤八两，那不是特别胖的。我小时候可胖了，我生下来时候七斤二两。七斤多，不是七斤二，反正七斤多。这得打码，他是在赶蚊子吗？不知道在干嘛。他赶他也抓不到蚊子呀，他非常。我都不知道小贝是哪人。他很就是很慢，你知道吗？就是他想咬别人的时候，他就先。对，我觉得我之前觉得虾米的歌多一点。就他咬不到，他不太正经。西米不是西米路就是得意。得意确实不是什么正经的猫。哪吒已经在那儿了，他没有办法把哪吒裤子。你不知道放的是什么？看到了吗？哪吒在那儿。我好像不到七点就播了，6:58。五场就已经扒不了了。确实。嗯，有多瘦啊？我妈妈也很瘦哎。应该困了，有一点。但是我点了饭，一会儿可以吃饭，吃饭的精神还可以啊。思想有问题。我最开始也觉得这个哪吒有点吓人，因为他实在是太拟人了，太像了。但我后来就看习惯了。脸好漂亮，我觉得也是。快过来也夸我一句漂亮呗。但是我跟你讲，给我信心，给我自信。对，你们大家都给天阳自信，他不自信，他竟然不自信。我觉得他最自信了。表面上，谢谢。表面是装的可好的，96个 S 兔荧光棒。Power！ 你该去摇骰子了吧？谢谢。咋是96个？嗯。生完仔仔还剩96斤，我妈妈只有86个。我说我们家最胖的一个，我爸我妈腿都比我细。谢谢 hold 住自己的 兔荧光棒，89看成6。哇哦，谢谢你的夸奖。谢谢2012019-13的99个 兔荧光棒，太谢谢了你的夸奖。兔荧光棒，你们都可以摇骰子。这个人真是哦，前两天还跟你说口袋是。我那个摇骰子我也太惨了吧，我就摇动47个，谁怎么可能舍得，就47个鸡腿，我就摇到了47个鸡腿。谢谢迷糊猫小树的 S 兔荧光棒，抬腿就能看见了。以前我也删过口袋。因为我就是觉得就是不能老看口袋，看口袋就练。明白啦，舍得看，舍得舍不得看，我的妈！谢谢那6个荧光棒。不看会会。谢谢张太宇的 S 兔荧光棒。排练有啥好玩的事儿？后面都是天阳的衣服在亮的。排练有啥好玩的事儿？这首歌好熟悉。排练好玩的事儿就是慧慧尿裤子。你才尿裤子！我是坐地上啦。打天阳，我跟你讲，打天
对，没错，传下去慧慧李慧排练时候尿裤子。这我人设以后，以后这个人设就火了。传下去，传下去。正常人第一反应都是没有，我们小朱老师第一反应肯定是我尿裤子了。我说，惊为天人。我说小朱老师，我下去换个裤子。真的，这太惊为天人了。他说咋的？就最后一段了，你下去换什么裤子？我就一转过来，他吓一跳，然后他瞳孔放大，然后我就指着饮水机，我说他漏水了，突然漏我一裤裆。今天那个叉叉是一个唱那个什么的时候，我特别想下去把这个拿上来，在那是一个给所有的烦恼我说拜拜。就只要这首歌一起来，我感觉就必须举一个牌子，就必须举一个大那个灯牌，我先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那个大风就是舞蹈，有一个就是那种好像神经病，我好像神经病。然后呢，就有的人右腿弯，有的人左腿弯，大家不知道是哪只腿弯，大家在那问说哪只腿弯，然后小朱老师也不知道哪只腿弯，我说要不然大不了我们双腿弯吧。就这个动作，不是一个弯的嘛。然后小朱老师就很无语。打太极嘛，双腿弯，就这样一个动作，然后双腿弯，打太极。他就笑了，他觉得我是一个搞笑的人。不过今天我的 MC 是真的，我跟你们讲，就是云姐那天在后台说我跟天阳都是棉刘海好看一些，嗯，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夸云姐，我觉得对云姐十分敬畏天人，我觉得她好看，我说云姐你怎样都好看，你光头都好看。因为光头才能见证颜值，你知道吗？云姐谢谢你，云姐谢谢我，人在那抿着嘴笑。对啊，云姐特别好，就是她看起来。哎，真的，我是第一次跳那种什么中国风的舞，就是别跟她跳完笑，以前没有跳过这种嘛。然后就是笑笑，我的一个妈呀，我没有跳过这种什么，就是这种拿扇子的那个什么。我还看到弹幕上有人说，哈哈，赵老师真的不会用扇子。没错，我这个不是不会。国风舞跳的时候扇子掉，给我吓死了，一下点起来一秒。而且是昨天临时加的我，以前这个就是。这叫什么歌？那天明明是你自己先下楼了，是吗？没有，那天是排练吗？不是，我还问你有我的事儿吗？你说没事儿，你记得吗？因为那天我也不，我只是多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后来云姐说啊，不要走，还有这个呢。我都不知道有这首舞，然后后来昨天现学的，给你们看啊，我特意穿了个白袜子今天。是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花园舞曲，因为云姐。你们猜我为什么今天穿了白袜子？就云姐就像。在花园里一样，最后才搞笑呢，就一开始在外面，然后来小猪给我排在里面了，就围着云姐转圈圈，然后大家蹲下都把花扔了，非得摸刺一下云姐的腿，然后云姐就笑，非得摸刺她，不欠、哦、是因为本来那个古风我们不是每个人穿了一双白色的舞蹈鞋吗？本来就是那个云姐给每个人一双，然后结果我给整丢了，然后我就想，哎妈，这可怎么办？我就穿一双白袜子，我就想，那我穿白袜子上吧。然后云姐说，她买了多的，然后我就穿了多的，差点我就穿白袜子上去跳。不是，我们是站了一排，你知道吗？然后我在那摸科科，然后云姐不是那个小猪说，人家云姐才是主角，那个摸科科，队长摸的太实诚，都不怎么说的损的。没啥损，但是我好喜欢花园舞曲啊。我记性不好，有趣的事情我要是不记，你看我总在那个房间里面分享有趣的事情。不管有多瓜，都变成了花。花园舞曲的时候凹了，我在哪儿凹了呀？我站在哪儿凹了？我没凹吧？就是扎不着了，我本来就放在了这屋地上，可能是慧慧给扔了，不是我扔，别造谣我。传下去，李慧跟那个什么赵天阳打架，李慧气不过就把赵天阳的那个要表演的鞋扔掉了。
哇，这太有传播，这太有传播的意义了，这太有传播的意义了，这个谣言。那也太那个了，做出来这种事儿，我要是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人，我早就起飞了。没有开玩笑。什么？我早就心机很厉害，然后我就开始各种算计别人，然后我就别人跳舞把别人排一排的时候，别人跳舞我给人家鞋里放钉子。哪有排一排？说我右边，我右边是小爱。脚里的增高垫拿出来。他们一上台一发现一高一低，外面在放炮，这边好像不禁放炮，就经常会放炮。没有天阳的舞蹈鞋，在姿势里找不到，不让放哦。没有，我后边你说那儿的时候我知道了，那个地方我后面是 Coco， 也跟我差不多高，就只能听到声音，就很吵，但是这个窗也看不见。我今天创造什么表情包了吗？我没有吧。他们说这造谣不真实，慧慧连你的那个头绳什么的都看不见，还能看见你的鞋。我真没看见你的鞋。我跟你讲，昨天我在房间待了一天都没看到，没看到。我前面是菌菇，后面是 Coco。他说他找不到舞蹈鞋了，我说我没有看到舞蹈鞋。过年了，过年。快没有比我高很多。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想家了，一地过年我就很想回去啊！如果哈尔滨疫情，哈尔滨疫情我是很难回去的。但是我都不太想家，感觉我妈听了会。会难过的。我妈说：“那你不想家呀？”就是我觉得好远啊。嗯，怎么会这样？因为不自卑。而且回家肯定会吃很多好吃的，太好吃。等我回家，我们家好吃的都关门了。谢谢。老庞的初级奶茶。我们家那边初一到初八啥都不开门，哦，有的店有的地方也开门。嗯，我从哈尔滨回去比较方便，我不会骑马。不会的，我妈都不会发朋友圈，我妈唯一发的两次朋友圈都是西米露，她不会发。我爸也不会发，我爸只会。但是哈尔滨是最方便的，而且过年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经常会去接我，然后顺便给家里面年货。我爸的朋友，就是我爸的好朋友，他们都不信我是我爸的闺女。就是我爸不是用我当屏保嘛，然后还给他们看我的照片，因为我发的朋友圈他会保存，就看就是我的一些自拍，还有一些写真什么的，就我爸就保存。然后他就聚会的时候，然后就是他的朋友。就是有同学有朋友，然后就一起吃饭，然后大家看见屏保，然后我爸说这是我闺女，大家都觉得很疑惑。我都困了，我爸就把手机相册打开给他们看，就每一张人都困了，然后他们就觉得很不相信，就他们十分不相信，人不知道咋就困了，他们觉得是网图，是从网上保存下来的。说的真像你亲自喂奶一样。真的，而且拜拜。我爸谢谢 Doctor Who 的哇，我都这样读出来了的十个玫瑰花。因为真的就是，但是我确实有点像我爸的。好了好了，去吧去吧，知道你拿奶瓶啦。但是呢，就是可能就是挑着我爸的优点长吧，可能是这样。我就是挑的我爸，我就是挑的我爸我妈缺点长。然后就很像网图，就很像那种就是。微博上很多照片，我爸鼻子可高了，结果我就长了一只跟我妈妈的鼻子。他们就觉得我爸吹牛呢，就说你闺女。我妈脸可小了，我妈脸都很小，不知道我怎么脸这么大。就是长得像也不可能像我爸，肯定像我妈多一点。他们就怼我爸，就这样。慧慧说我跟我妈特别像，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们聚会过，等下次回家的时候，但也没什么机会吧。我妈妈，我一直都觉得我妈妈很好看，
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她如果就是她如果是生长在就城市里面的人，她不是在她不是她如果在一个大城市的话，她一定可以是明星。就是跟赵天阳长得很像，赵天阳是他妈妈一个母字刻出来的，但是我妈妈脸小，脸是那种小脸，发现了是比你脸小。嗯是的，没错。是的，他是脸圆。我是宽脸嘛，但是我妈妈是窄脸。极，中极，暴极。没有，我觉得还。我爸我妈眼睛都大。很好看的，很好看的天阳妈妈。但是我觉得适合当明星。我觉得就是我们妈妈那一辈都没有偶像这种职业，要是当偶像还了不得。谁给我打电话？喂，你好。我一直都想和我一直都特别想和我妈妈换头。哦，好，放楼下的，谢谢。你怎么点外卖来呀？我点个西瓜。哦，那个吃完了是吗？嗯，因为我特别但是我别的，但是我别的水果。整个西瓜，一会儿可以吃。因为现在买西瓜便宜，然后晚上买。给你们看，我发过妈妈照片，好像。反正我妈就长得很协调，我就长得贼不协调，我总觉得自己就可能人就是这个样子吧，就自己看自己哪哪都不习惯，哪哪都不那个什么，哪哪都不满意。后面有的那个兔子，还在我床上好久，从重庆到了上海。我跟你们讲，我好多衣服都在重庆没拿过来，但是我就把一些玩偶都拿过来。完了，我又看到我有齐刘海的照片了，我又有点想剪刘海了。有声音吗？刚接了个电话，我怕没有声音了。有吗？有吗？有，那就好了。我这一绺绺头发在这儿，我特别像刮了一个断眉在这里，你看看，像不像一个断眉？像，你可以刮了，挺酷的。怎么办？怎么办？想剪刘海了。我觉得有刘海可爱，但是没刘海大气一点。粉丝都喜欢我没有刘海，我发抖音，粉丝都说没有刘海的我是他们的白月光啊。还真以为是断眉啊。抖音嘛，然后才不是呢。很多人才知道我是河北人。顶天是忘了画眉嘛。才知道呀，对吧？就每次看到我每次看到我自己留齐刘海的那个什么 ，Coco 就是大美女，齐刘海的照片我都想剪刘海，就很漂亮。对呀、啊，河北有很多明星呢，河北有多好看，光头都好看，谢谢，我谢谢你，周谢谢您，是吧？都很好看。我是成都人，对。我这个时候头发只有这么长。保定的，对对。现在长出来了这么多。就很好看，是吧？甚至还剪过一次。喜欢它，因为它长得好看。但我现在这个刘海好不容易，因为好不容易留的。以前我们不熟，因为当时我还是在 IDMT 的时候呢，就是刚去 IDMT， 然后去石家庄去做手术，就是做牙齿手术。然后呢，就有粉丝说 Coco 也是石家庄，他也在石家庄。我当时觉得天哪，我根本就快看！我说就算我就是可能就是，那是什么小可爱？他也不会跟我出来玩的，因为根本就跟我不熟，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没想到现在我们来了一个队，我觉得好神奇啊！我当时真的就是，我觉得哇，如果能在一起吃个饭，一定很开心。但是呢，我就快看，这是什么小可爱？我着急，就以前一点都不认识。就是石家庄的，我姐姐在石家庄，我可以经常去石家庄玩。快看，小可爱！啊，你拍的写真呢？不是，这是什么呀？这是在嘉轩路边蹲着的时候粉丝拍。啊，粉丝都堪比拍写真的。晚上好，保定和邢台，邢台是4040吗？我每次只要翻开这个我自己的谱，就是齐刘海的照片，我都想把刘海剪回来。小卢今天跟我说，她的闺蜜来看公演，她的发小还是闺蜜来看公演，喜欢我。然后我说什么时候看的，我不知道。然后她说就是在她首演的时候，他们出道的时候，她的发小过来看她。因为上次小贝跟我说我不信，我说又在瞎说。哼，
承德到山哪里哪里像要饭，但是可以做那种就是做那种，哎我都忘记我上次怎么去石家庄的，很喜欢、哦、上次是我姐夫开车带我去的，我不知道开了几个小时，哎挺久。我要给你们看啥来着，哦看我妈妈有眼光是吧。然后今天那个贝楚涵给我看他的发小的那个，就他自己小贝给我看小贝的发小的照片，然后当时看完他发小照片根本就没在意，然后我就说我妈小卢，我说小卢的发小好看吗？然后小贝说你在说什么，找不见我妈妈了。是的，我妈妈呢，保定，哎呀一点都不熟跟他们，但是我就跟斯普林最短发没有长发好看吗？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才留长发的。就是斯普林是跟我最熟，然后尖锐镜还是可以的，就是还是不行，我这大圆脸还让我留那种短发简直要命了。最熟的是小斯，就现在还是有联系的，就是他就会给我就是朋友圈评论。你看我朋友圈还发过小卢，我看看。是吧？我就这样，我跟你说，我没啥喜欢啥，就是圆脸就喜欢尖脸，圆眼睛我就喜欢吊眼梢。不行啊，吊眼梢不好看，吊眼梢好看。我就喜欢眼睛耷了下来，我就喜欢这样，但是我都觉得我的眼睛有点掉。我喜欢那种就是小狗眼，就是那种无辜，然后就眼睛要耷了下来，就是要开个眼睑下至，但是容易失败。而且我也喜欢掉眼梢，不想去冒险。眼熟吗？慧慧什么眼熟？给我粉丝们看看眼熟吗？粉丝们眼熟吗？眼熟不眼熟？眼熟吗？救命啊。我觉得这会儿你很可爱，因为镜头老是给你就是跳那个少女计划论首演的时候，然后那个镜头还是怼大腿，你这个发型就垂镜头，给我笑死。快看，是我跟慧慧还一起跳 UNIT 的时候，这是张天阳，就不认识了吗？是张天阳，就是他在沈阳的时候，这就是刚刚你说的蘑菇头。但是我们看到了吧？看到了吧？就是张天阳也不像沈阳说张天阳，我也不像沈阳说李慧，就是一点都不一样。看到了吧？看到了吧？就是在沈阳也不熟，我感觉我们俩好狂野呀，狂野吧？我们在跳小三之歌，对，在跳暴风雨之夜。当然狂野，是的，对，当时我真的抹不开跳这个歌，我特别讨厌这首歌，因为我知道它的寓意，我就讨厌。然后呢，那个有一个，这个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沈阳来了一个日本的那个藤井老师，他就教我，那个老师说我适合剪短发，好好跳，然后就非要让我剪短发，我就剪了短发，然后我就后悔，永久性后悔。他让你剪头发？嗯。原来是他。原本对，原本我头发有这么长，然后他让我剪头发。原来是。对，没错，是的，没错，就是说你剪头发适合你了，这茬还跟我比划啊！对，我操，我然后我就剪完了，卡哇伊。但我觉得他天还是我长头发。见到我的第一面，啊！卡哇伊，哼着呢，嗯，小兔牙，一点都不兔牙，人很无语。我是大板牙，大家应该说大板牙。我特别喜欢兔牙，就是有就是几个，就是那个舞团里的成员嘛，就是兔牙，就很喜欢他们，就笑起来很好看，非常可爱。不知道这个日本老师和那个薇薇他们说的那个日本老师是不是一个老师？大宝，你好。如果是一个老师，那就能理解。怎么了？他们说他们？那时候不是也跟他们说，非得让他们绑刷马尾，绑完了之后就卡哇伊。造型师姐姐。啊，有可能是他。不过那个。他在沈阳的时候还说我眼神用得很好，台下很就是就台下的眼神很真诚。我说真的吗？
但是我感觉以前我还就是会看一下台下，但是我现在跳舞就感觉可能不是，好像说他们是女的，但我们那个是个男的老师啊，对，没有让我们用黑色粉底，因为那会儿我们都已经出道有一段时间了。谢谢 G A Z 的十个奶茶。我说赶上好时候了，天阳，这是我出道的时候，我自己偷偷化了个妆，就是想上台，然后结果卸掉了。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下次你素颜上台，就是他就非要给我用那种颜色很低的色号，你知道吗？就很难看，就是遮瑕粉底什么都没有，然后美瞳也不能戴，就是各种。我那会儿也不能，也不让戴美瞳。但是没到呢。准备吃花甲粉，这不是闪闪最喜欢听的歌吗？无人知道。给你们看我小时候照片。花甲，我可是苹果辫鼻祖。这首歌太安静了，也还行吧，听吧。哎呀。这个腿伸不直呢，卡哇伊了吧？感觉太是不是卡哇伊？对呀、啊，我小时候脸就很圆，就是从那肯定的嘛。我也不可能，我不能小时候是尖脸，现在长成圆脸。你能听到歌吗？应该可以吧。长这样。你真烦人，这个粉丝，你没有资格评价别人，给你两拳。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张自己的照片。就可能是比较巧吧，我给他踢出去，烦人死了。他说啥？但是他就是烦人。刚我忍了看他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小时候是个胖娃娃，跟那个啥似的，小时候胖娃娃像那个什么一样，像福娃似的，一个胖娃娃，可胖了小时候。我妈说我除了吃就是睡，除了吃就是睡，可听话了。好想吃皇家粉，我灵魂都出窍了。我现在已经吃上了，我灵魂已经吃上了，咋办呀？你看我以前，看我以前染的头发，这不是沈小爱的色儿吗？啊，是的啊，你这多大岁数染头发？大学时候。啊，那还可以。哇，我那时候头发都彩色，都是什么金色、红色，啥都是。然后就给。但是我妈说，我那时候可潮了，是不是很潮？拔一个长十根，潮不潮？是不是很潮气？但是我就是有点少白头，我爸也是少白头。是不是很潮气？就是少白头。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有白头发，但是很少，就是他就可能是不是很潮气？不要拔，就我妈不让我拔，我说不让，就不行了，我看不。大可不必，倒也不必，倒也不必。就拔了，然后拔了之后，倒也不必，倒也不必。拔一根长十根，就是他那个血液一拔，他就只会串。后来我的头发就动，而且特别搞笑的是，有时候就是那个白头发我给拔了之后呢，我发现它都就是白之后它又长出黑的了，就很搞笑。就是下面是黑，然后长。我有点忘了。然后它就开始。应该看见过，但是压力大就白。忘记了。很好笑吗？然后我爸说是吃的太淡了，就吃的太淡就长白头发，就要多吃盐。还行吧，没有很好笑吧。就是我那个时候拍照，你们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拍照还开大眼，然后就拍照就拍成这样。没味儿的，没味道。因为北方吃的都可咸了，齁着咸。然后最近我就靠赵天阳的榨菜。巴黎时装周末，我吃了一半，他的榨菜我吃了一大半。
就那个时候头发可金了，这还是我自己漂的头发，我自己在网上买的漂粉，然后自己漂的头发。买那种就是特别好那个头，就是一点都不刺激，但是现在已经买不到了。你看我以前的照片，快看我以前的照片，霍霍。哎呀妈呀，非主流子，还开大眼，还给粉丝看看，给他们看我。赵天阳非主流，还开大眼。但是就是感觉你只是变得有气质了。素颜，对，开大眼。感觉还是看出来是一个人工，但是我小时候跟我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啥成功吗？非主流子，哈哈，不奇怪，为啥呀？为什么不奇怪？但是我从小没染过头的。啥时候开始化妆的？进团才开始化妆的。入团才开始化妆的。很可爱，最后非主流什么？老成功了，自己漂头发，巨成功无比，超级成功。我没染过，没有我这么火。化妆真太难了。我跟你讲，就是棕色那种。哎，被你们发现了。我都受不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发现了？因为我觉得太黄了，受不了。就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染彩色或者太黄，就显得。你是听着听谁说的，还是发现的？多了，就是感觉我像一个就是精神小妹，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这样还挺正常的，就这样就。哦。端庄优雅。我以为你们发现了。但我染完头发那一次就染的是棕色。只建了个账号。就是很像精神小妹，然后上面是棕色，底下是那种就是。我们建了一个账号，以后有机会可以拍，就是拍东西吧。那个账号叫宝山尬舞。线笔在头上画几道，就是那种精神小妹的妆容，画那种大粗眼线，然后大苍蝇腿。叫啥来着？染成黄色，就考验气色，就可能素颜没气色，化妆其实还挺好的，就比较寒。我不是知道吧，就是好像写着，嗯，寒了。叫宝山尬舞协会。但我现在真的挺喜欢那种韩系的舞蹈的，我是真的喜欢。我以前可能就比较喜欢那种。目前是空的。再写一段火星文。科科宣传了一下，然后就多了大概十几个粉丝。科科动态，就是说那种。本来这个。火星文，用火星文说。本来这个账号只有。这个账号只有五个粉丝，就是一二三四五，就是我们五个。我们叫什么？宝山，没有宝山。戴安娜的凝视是一个新的礼物，很漂亮的小猫咪。我们有个团名叫什么？福建舞团吗？啥呀？叫尬舞协会。谢谢冰冷回应的六个奶茶。哇！谢谢戴笑的戴安娜的凝视，哇，你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戴安娜，我见过戴安娜的图片，这个比皇冠好看多了。但我觉得还是觉得皇冠更好看，虽然它比皇冠贵。但我觉得它比皇冠可爱一点。但是那个，它特效比较长一点。多可爱呀、啊！这是戴萌前辈的小猫咪。然后后来呢，他们说什么尬舞团，还有叫什么福建舞团，我就以为真的叫福建舞团。我们最后在那个宝山福建团和那个宝山尬舞协会里面，最后选择了尬舞。五朵金花，那不是五朵金花，不是那个，哎是什么？好像是一个抖音上五个老太太。我们叫不了五朵金花，我们有小马跟科科。啊、对，少数服从多数。科科比较想叫附件，但是我们都想叫尬舞，最后就选尬舞了。嗯。附件舞团，确实有点，就学这个舞蹈的时候，确实有点附件的感觉，根本就跟不上嘛。这个就是。然后要拱胸什么的，就很可怕。嗯、对，六个人，有那味儿吗？而且小马没有回关。昨天晚上我还练了这个。我得给他说一下，让他回关。福建是想的，福建是哥哥想的。然
然后正好碰到那个栗子。一开始我跟他们说，我们我们要不这样吧，我们叫宝山霹雳舞蹈团，被大家否决了。就是那种喊舞，然后就走了，然后他们就把我叫回去了。他们说来嘛来嘛，你声音也不大，我们声音也不大，就很热情。然后你们不觉得宝山霹雳舞蹈团朗朗上口？我就发现他们在练生日公演，然后我就发现本性瘦了好多。他们还说过段时间我们不是搬中心了吗，如果搬中心了的话那不就不叫宝山了。然后我想没事，我们是从宝山开始的，我们就叫宝山吧。栗子前面在练生日公演，我可喜欢看栗子前面直播了，因为我觉得他直播很惊为天人，很漂亮。因为我研究过，因为我觉得我直播怎么就是画质这么低，我觉得他真的很漂亮，就是点进去就很好看。我看过他是以后问他的参数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美颜参数是什么？你咋的？你有火星文呢？画头像鼻祖。再给小马说，那回关。直播已经还好吗？最近调整过来了。就前段时间我开了那个，就是下巴特效，我忘了，就是把那下巴弄可尖了，脸很长。然后呢？你们说啥？我刚才抹电了。你们说的我都没看见。惊为天人，你怎么说的火星文惊为天人？你好牛。黄浦江广场舞线。感觉有点不清晰。其实最近好。这个主意不错呀。第一次和第二次直播的时候真的极其不适应。他们建议我们可以叫。回跳淼淼的微信。干嘛？他们建议我们可以叫黄浦江广场舞协会。更土，听见了吗？更土。怎么才能火？那你不觉得霹雳舞蹈队更土一点？难道霹雳舞蹈队不是最土的？太好笑了。微信，哎，我感觉格外的清晰。再回一下。真的是不分伯仲是什么？不分伯仲，卧龙雏凤，那我们叫卧龙雏凤舞蹈队。谢谢01234689的998，感谢哦！让我看看我的歪歪到了吗？我的眉毛好粗啊！来，12分钟后到达。我还刷吗？对，我不是跟油淼有一个节目嘛，他的生日被砍掉了，没有声音，因为他只能跳15分钟。现在砍得这么严吗？是的，15分钟他，而且还是双人曲。是的。然后妹妹，谢谢你的奶茶。我说妈，我哪有痛苦面具？我还行吧，我只是在忍着哭，然后尽量让自己不像口口一了。就是今天生日的时候，15分钟，反正就正好卡了15分钟。谢谢荧光棒，找到爆笑。哎呀，马上鼻炎又上来了，好难受。你知道吗？人没了。今天我本来想穿就是这个衣服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因为公演上的用我就没穿，是一个制服，就那种校园风。因为还没有。你要摇骰子吗？等一下。就不用学了。
啊，好难受。是的，是的，就 MVP 嘛，我们那种定制的，就可以时间很长，就是一整场公演就是很多点。闭眼。而且我们。以前订的那首歌是偏慧慧偏简单，慧慧，嗯，那我递一下那个包里边有一个我的鼻炎药，这个吗？嗯，很简单用的，是那种可爱的小，去吧，我相信你可以摇到很多。好，鼻炎药不在这儿，完不知道在哪儿了鼻炎药。如果我提前跟你们讲，所以就再讲一次，就前段时间说要上，嗯，后面说不上了。慧慧是那个包，在这儿。你这个包包，我怎么第一次见？没怎么背，怕脏，一般不背。确实，我的那个白包都脏了。谢谢你的巧克力。谢谢01234689999个，俺兔姻缘棒。刚上我这儿来送了99个，又不像你那些。他经常送我99个，俺兔姻缘棒。显摆啥呀？搁这儿？没有。摇到多少？摇骰子去吧。为了解释。谢摄政王传奇的礼物。你这个先送 S 队荧光棒，再送 B 队 S， 哎，不对，再送 B 队荧光棒。特别现在骂我，120，凭什么？天阳大嗓门，国庆有公演，7号有公演。怎么这样？我跟你讲，我耳朵不好使，我每次都被天阳吓到。他一打喷嚏，给我吓一跳，真的，我就觉得天哪，我的耳朵完全好了。我一共才有47个集团，那我是不是因为有了戴安娜的凝视，我也能？那我之前也有啊。不行，戴安娜凝视算一个礼物。是算一个，但是就是因为有大礼物，你会被摇到很多的鸡腿。哦，原来是这样。反正有一次我摇了314个鸡腿。我也只是说像了。谢谢无影的99个爱兔姻缘棒。啊，我中47个鸡腿，连48都不到。房间有阳香，好热。对呀。嗯，我太飞了，我700多个。是一个很贵的，谢谢甜菜根的99磅、就是。是一只猫。才发现今天是周日，所以今天是周日。那今天是5场，还蛮好的。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还有610的。我以前自己住就很安静，但是我挺喜欢热闹的。就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我跟你们说，就是因为有我这种，你们才能摇到多的。我怎么没补？再穿这个衣服。你看你们一摇就什么7个啊什么的，我摇的最多的，我就摇了一次，摇最多的就是4个。我昨天忘了我摇几个了，我下播了摇了。4个是最多的。你才摇，那你摇的太少了。我一共就47个，从这个游戏刚开始到现在，我只有47个机会。你好惨啊。谢谢你的6个荧光棒，我只有47个鸡腿。完了，这个飞鸟和蚕感觉就是闪闪的专属 B 站了。刚才60个骰子一个鸡腿，是的，感觉它就是很少。我不知道是按什么，我可能是在攒吧，运气攒个大的，没准有一天我就飞黄腾达了。它是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活动摇骰子。飞黄腾达，但我觉得姻缘棒虽然骰子多，但他摇的应该不多，感觉。不过我上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摇了300。下播2分钟，我要下播了，我的外卖也要到了，我想把妆卸了然后再吃饭。哈哈哈哈哈，哈哈每次都播的很短暂。又吐槽我。不过挺好的。哈哈哈哈。才4个，哼，
我跟你讲，有时候摇一个我都觉得有调料包。我没有买过没有调料包的。鸡腿你知道吗？就是我用几个，就是可能用十多个骰子摇一个鸡腿，我就觉得哈，都浪费我的骰子了。我觉得都浪费我手摁它。人说了，你有能力播四点。以前我也这样，一个小时下播。给我。真的吗？那也太久了。有能力你播到四点。怎么可能播四点？早起呢。没能耐吧。没能耐，但是我以前通宵过。我也播过十二个小时，嗯、我在我去年情人节的时候播了十二个小时。2017-18年就播的很短，真的吗？我觉得短了都聊不完，就是才一个小时，很快过去。谢谢荧光棒，我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我话本来就是中等，就是不少，但是也不是特别多。花甲粉要到了。你看我碰见，就是我碰见小贝这种话多的人，我就骂他，起开。那时候不觉得。起开我这。真的吗？躲开我这！我天天每天都在骂他。我以前好像确实很早就下播了。我话不多，我就中等，不是话多的人。我越来越巴巴了。什么叫越来越巴巴？还好吧，就后来就播了很久。谢谢荧光棒。我也觉得，我跟你讲，其实我没有时间。幸好我没有去找军姐拍照。我就是没这样对过我。我跟你讲，就是军姐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起开什么的。那是因为你有眼力劲儿。不是吧？我感觉就是我。你会在云姐疯狂在穿裤子，云姐穿裤子那那个什么田树里跑过去，云姐拍张照吧。那云姐都不会起开。裤子还没提上。我这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注意到了这个吗？是因为我坐在那儿，我刚打开我的房间，我看到有一个粉丝给我留言说那个什么求那个求金花们合影，然后我当时正好穿着那个沙漏的衣服，我就抬头看云姐在干嘛，还能不能我们一起合个影，然后就发生了这一幕。就同时间我一抬头就是甜甜在那云姐我们拍张照吧，云姐谁看我都没时间。田树立这个人成是搞笑的，我觉得我太好笑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平时要跟我抛媚眼，我觉得他有必要吗？没拍。他真的因为结束云姐就赶紧换衣服去那个啥了，去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去冷餐了，他哪有时间。他觉得我会爱上他，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挺好看的。我可有眼力见，我才不像田淑丽。全名叫啥？大风全名叫生命之风。我可有眼力见，可以去看，我今天没跳错，我跟你讲。噔噔，而且每次可远了，跑那个副歌每次可远了，就是所有人的穿插，我就必须从这儿一条线穿过去，我还得从你前面绕过去。他确实在吊我。我希望如果我能办一次生日公演的话，我就想跳猛马，因为我从来没有跳过猛马。没跳错。而且花园舞曲也可以看，花园舞曲也很妖娆，虽然我前半场不在，我是最后上，但是最后还是有一点镜头的照，就是媚眼儿。当当当。当当当，大家都在吗？当当当，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是原版，是的，好听啊，好听，我觉得。当当当，更好听，因为它中间还有一小段插曲。当当当，当当当，在吗？就是那天排外卖员给我打电话说，排花园舞曲。喂，你好，我已经到了。我说啊。然后他说但是吧，你的外卖我忘拿了。无语，我都灵魂出窍在吃了。你说送外卖竟然忘拿外卖。他说我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到你这个门口了，但是我一看我车上，哎呀我忘拿它了。我都脱了我的米粉我的粉儿。他说我现在去取，你稍微等一会儿。哪个行业都会有这种马虎的人。没见过这样的外卖员。给你做外卖，外卖帮拿人过来。你过来干嘛？他说我把我送过来了。哎呀，你把我俩接过去，让我俩去店里吃吧。哎，得意，屁股坐着。是一个女的，听起来像就是。这是对，真事儿，不是段，就是我刚接的电话。
夹粉没到，他说他人来。我给你们复述一遍，我给你们复述一遍啊。喂，我已经到了。我说好的。他说那个什么，但是我你的东西我忘拿了。我说什么？我没听懂他什么意思。我说什么东西忘拿了？他说那个我已经到你这个门口了，但我一看我这车上，哎呀没有你的外卖，我忘拿了。我说你这还无语。我当时还以为他可能是就是。我俩点了饮料嘛，他可能是忘了拿饮料，没有想到他说你的外卖我忘拿了，你的外卖我忘拿。没有，我发现以前的乔一真很大嗓门，现在赵天涯。我的手音不是我的手机可收旁边的音了，我跟你讲。真的无语。没有，不能在生活中讲，要在 MC 上讲。因为上次我就觉得。我真服了。有一些搞笑的事情，谁刚谁说过我会有好运气的 ？MC 谁说的我会有好运气的？但是我觉得直播还是蛮小众的，因为就是只有我的粉丝听，然后一些看公演的粉丝，就是他们没有听过我，在电台或者直播。这运气也太好了吧！然后又是我 MC 上讲，他们也会笑，因为他们没有听过。就一些这也算是一种运气好吧，我觉得正常人也碰不着这种事儿。家长里短啊，还有一些什么搞笑的事情，就平时说过，但是上 MC 上他们。你说谁的一辈子里面会经历中毒？就算在抢劫也会笑。这种事情呢？笑死了。氛围不同，对，就是我给你讲，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 MC 的小窍门。就是我以前讲 MC 大家都不笑，然后现在讲 MC 大家就笑了，不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水军，被抄手机是很正常的事情，经常的事情。不告诉你们，是我的独门。你刚说半天，我没意识到我的直播间里为什么？赵天瑶说他的粉丝的耳朵已经立起来了，我说不告诉你们，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哎呀，人家也不容易，没关系啦，也不是很超时，人家也不容易。他都说了，他马上就去给我拿，很快就会过来的。我容易被打，很积极，就把人家的兴趣提上来了。我说不告诉大家。真无语啊。你说谁一辈子中间能碰到外卖员给送外卖忘带外卖了，然后小时候中毒，花中毒。张天涯什么的中毒，他不能吃粉，那是过敏。对，是的，啥都中毒。对，他啥都过敏，他菠萝都不能吃，鸡蛋也不能吃，牛奶都不能喝。牛奶能喝。哎呀，笑死我了。我小时候采花，采野花，太香了，一直闻一直闻，妈好香，好开心啊，好香好开心，回家晕倒了。我觉得太可怕了，中毒了。这种爱过敏的人就很可怕，就连好吃都吃不了。然后大学的时候那个什么出去上舞蹈课，然后回来的时候才9点多，你们能相信吗？妈9点多，晚上9点多被抢劫。才9点多，我还自己那个什么买了，很晚了好吗？我买了一袋泡芙，是那种纸袋装的，买了一袋泡芙，然后被抢劫啊，没有被抢劫，啊、就是虽然啥也没抢吧，左手抱着我的泡芙，我最后那个人怎么我跑了抢走了？没有没抢、啊，我跑了之后泡芙都挤爆了，我都没有把它扔了。我没有遭到过这种，是那种。是那种纸袋子装的泡芙，我泡芙的奶油都挤出来了，我都没扔。因为别人不敢，因为我太庞大了。没错，不要惹野花。我的泡芙都真的，我的奶油都挤出来了。你那是完美的诠释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还是深山老林里？我真无语。哎，那个人拽着我手，把我往那个路边那个大巴车后边拽，我这时候。
这就这样，我手里还握着我的泡芙，然后这个手他因为他拽着我手腕嘛，然后我的手就是还捏着我的泡芙，然后这边这个手拿着我的手机哐哐砸他的胳膊。那个泡芙可以成为工具机，他眼睛。然后最后我都逃跑了，我都回家了，我都回家了。然后我姐姐说那个什么，你这是丢没丢东西？我说没丢，你看我泡芙还在我手里，那都急漏了。抢完之后发现没什么可抢，他给你放了。我手机都在我手里，他应该抢人的，不是抢东西的啊、哦，那更恐怖。而他其实是想把我逮走，但是我逃跑了。我当时像刘翔一样冲了出去，这辈子没跑那么快过。我觉得好恐怖呀。嗯，应该是人贩子。因为我在路上走嘛，他直接从我后面就勒脖子，把我勒住，往后面退，然后后来呢是前面往后面退，然后再前面是往前面走，就这样。以前真的站不开，但我跑了，好险！因为有个好心人喊了一句，就其实那条路一般没有人，但那天正好就旁边有一个好心人，他就喊了一句：“我这么大好惊喜，干嘛呢？”然后他就害怕了，他就松手了。在那一刻，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真的像我本来还坐在地上，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的核心能力怎么有那么强，再也没有那么就是当时那人的爆发力真的是。你要在天阳那里说，他就给你拉黑。说啥？小贝吗？不是小贝。他在说啥？不告诉你。给我看，让我看。拉黑，踢出群聊，别挠沙发。这大嗓门比乔真想差远了。呀，一个沙发都挠成这样了都。我妈都说乔一真巴巴，我妈说乔一就是我妈不当我录播吗？妈说你旁边谁呀这么叽叽喳喳？我就跟我妈说是他，我妈说他嗓门这么大。说我猥琐，不是一个等级，穿透力真的，我觉得到我耳朵聋都是他给我吵的。谁？我在海口，乔一真给我穿透了我的耳朵。谢谢梅哥，没有开玩笑的，就实在是有时候真的。啊，你不觉得段璇更吵吗？没有，你就没有听过乔一真直播。我跟你讲，有一段时间他不是在海口直播吗？都出去散步了。我在外面坐了很久，他问我你怎么不回来？我在直播呢，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直播呢。我说还没下吗？我在外面坐着。我受不了段璇尖叫，你知道吗？他只要一尖叫，我就真受不了。我是真受不了他尖叫。完了呢。他说话什么都无所谓，他只要一尖叫，啊，我就受不了。优秀的一个。比猪蹄儿还猛，猪蹄儿是什么？我真无语了，这外卖小姐姐真的是一己之力拉长了我的直播时长。送外卖，因为有一次我点外卖是就是那种万里无云，然后突然就下起大暴雨，然后还坚持给我送，他送到我就觉得他临时了，我就很感动，我就给他好评，还给他打赏的，我发现。就蛮不容易，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要少几块钱吧。他再回到，我下播喽，拜拜。短见波波，波波，波波吃饭去了，波波，拜拜。哎呀，李慧，我大声了，我跟你讲，我的耳朵又该聋了，就赖张天阳碰瓷。我去医院住院，我耳朵聋了。李慧，我跟你讲，这都不大声，他平时打喷嚏，隔壁厂房的都听见了。那是你说的，人家没有听见，那是你觉得的。不好意思说，你就是隔壁工厂的人都听到了。他没有直播打过喷嚏，特别大声。我就觉得那种穿透力，那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门口都有回荡的声音。拜拜拜拜，特别吵，你知道吗？每次下一激灵。